开跑了，所以我们在周年庆的部分有这个15%的回馈在国际精品的部分，所以大家这个可以帮忙我们宣传一下。然后我有请我强大的贵妇拉拉队们都已经蓄势待发了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就是今天也是93军人节，今天呢我们台北101在晚上的时候也会点灯。我想点灯呢，其实对我们整个台湾而言呢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。这也是我们台北101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社会责任，是一个凝聚大家的心，然后有一种温暖跟安定的力量。那今天是93军人节，我们要跟辛苦的国军说谢谢，谢谢他们保卫国家。那此时此刻，我相信我的军人老爸现在在天上应该也会很开心。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那有什么问题呢，就是都可以提出来。希望大家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